好像我有意识扩展一下，好像就顺一点儿似的。对，其实真正来讲，这个印巴顿呢，它自动是扩张的，它真的是去增加。因为我的老师他在美国其实买了一座山，他有一个就是一个地吧，在山里边，他有做一个 yoga science center，就是瑜伽科学。然后呢，就有发觉他们在研究一些就是一般科学家不研究的事情。其实这一个是增加细胞空间的，细胞需要空间，它就更好的去帮它愈合。因为有时候空间小了，我们的细胞它有点发生一种不完整性，这些不完整的细胞就很容易转化为那些不好的什么肿瘤啊、癌症细胞。但是只要这个细胞是完整的、完全的，哎，它的功能就会很好，它就一定是会对身体有益的细胞。所以他一直在做这样子的一些研究，而这一个研究呢，不是不研究就不发生，瑜伽本来就让它发生的，它只是告诉大家为什么。所以他就觉得这事儿，谁去研究这些东西就是大把大把的金钱。好的，然后现在 Doris，你试试，然后 Jenny，你发音的时候把声音关一下。Doris，你先把那个摄像头调到副腔以上，我要看到你头顶的。好，再往上一点点，一点点，一点点，我现在能看到你额头。往后退一点点。嗯，可以，很好，对。Doris，你真的是要语音从微信发给我，我没有收到你的哦。从微信，你发在群里也行，发在因为大家都明白一点，发在私信给我也行。我后面两个音，你的那个隔音就是闭噪的效果太好，后面两个音完全听不到。不是，我觉得我发音好像不是很好，就是我不觉得喉咙有震动嘛。你再放猛一点，我听一下。我后面两个音我就是听不到，大家能听到吗？是我电脑问题吗？对，也听不到，大家也听不到。就发音，离电脑近一些，你的工具近一些，是不是？
这个音你今天传送给我。你觉得你前面的啊我是能听到的，啊没有什么问题，只是你要真的注意内部的这个震动。腹腔一开始你感觉是收缩了，是因为它空间在大太大，那它收缩到一定空间之后，整一个是扩张的。这个音它是让细胞有更多的空间，我们讲的这个音其实是细胞给细胞创造一个 space， 进包更多的空间。另外两个音你还是你就完连着发，多一次你课后发给我一下，你课后发给我，还发这个音。然后这个转呢，你现在单边没有太多问题，就是再用点力，再用点力，你把它就是你的力呢，主要是用在侧腰部。我真的是建议你不要急着转，再收进去之后。做一下两边单手，或者就是单边单手压一下侧腰的动作。这个侧腰压的时候有什么好处呢？我退近一点，你仔细看。它会把这个侧腰的这些小的肌肉，有时候你看到都很明显，它就像这样子。把它有点像开车的那个减速带一样的，把它给压起来，这样子它就会强迫你的手力，不是用腹直肌，手力的话是用侧腰的力去做的，就是压，用这个压强，用这个手掌压大腿的压强，硬把侧腰这个肌肉先压出来，因为这个肌肉它很懒的。他先把它压出来，就是先把它给觉醒一下或者叫醒一下就很好。他就会起来，然后也就会感觉侧腰一开始前几天很有疼痛感不舒服，也就是这个侧腰压起来，你压的时候就用一个力先把它压起来，自然的就会朝中间去走，因为向外是更难的，它没有空间，而且这个侧腰肌肉只能向内，它本来就是打造腰线这种向内的紧实度的，只能向内，它向不了外了。好的，姨，现在到你了，都是可以把语音关下，不过你的语音真的是防噪效果太好，不关有没有关系。姨，你把对你这个挺好，对你这个很好。然后对你把摄像头往上一点，我能看到你同步一下往上一点啊，露个头没关系，再往上一点点，再往上一点点，这个对着太阳了，对，没关系没关系，光线还好还好，你肚子皮肤很白。好，准备好了我们就开始。OK。没有转起来而已，没有转起来，发音没有问题，就是没有转起来，会不会觉得特别累？挺累的。挺累的情况下的话，就这样转没关系，那你用的肌肉的力可能都是70-80%，内脏没有怎么用力。其实内脏用力的话，会越转越舒服，越转越轻松，到后面的时候可以离开，不是很累的，就感觉是很奇怪。也不是就是很舒服那种感觉，很奇怪，那个内脏本来它就在那个位置，几十年从来没有动过一回，现在呢还有点稍微的晃动，你要想想内脏晃动那种感觉很奇怪，
但是整一个就是很产生热量。现在呢，你用的呢大多是肌肉，你的内脏呢还是在原来的位置，可能有一点点挤压，有一点点不舒服的话就有点挤压，但后面用内脏是有一点晃的，不是很多，就是非常微小的，就有一点晃，你就会感觉那种不舒服。这个时候你的觉知力就会一下子就起来了，你哪里不舒服啊，或者凉的呀，内脏那些肾不凉的呀，你都能感觉得到。其实你从手摸着，外在是感觉不到的，内在就感觉得到，你那天吃的东西就会不一样。就是我能感觉到这个点的挤压，这个点的挤压和这个点的挤压，但这边没有，就是这两个点加上这个点的挤压。因为你是这边左右转的，对吧？你是从这边，我是从这边开始的。对，你从多尔斯就不一样，你能感受到这种斜方挤，就是腰斜肌的这一种。一节一节，这里有很多斜在一起的，只是有一股最大而已。我们平时我转，你能看到是最大的那股，小的那一股基本上就长平了，你看不到。你能感觉到这些，你那种是肌肉，内在的结不太一样，它不太舒服，就是那种肌肉，就是一个一个肌肉的那种挤压向内推的感觉，三个点，对 ，OK。对，就把这个力闭上眼睛，更多的以你要做的就更多的就是向内的时候，你会觉得你向外的会越来越不明显。就有点像是你收真空腹收得很紧的时候越来越长，其实那时候整一个肌肉是向内滚动一圈再出来，就像那个磨墨一样的。磨到里边的那圈感觉，哎，那个圆形弧形不明显，可是它在磨这一圈。我们磨的基本上是椭圆形，不是纯圆，我们人是扁的。好，对对对，在你可以控制的那一侧，开始转动的那一侧可以稍微慢一点。你会向内越收这个中空腹的它内圈越慢的时候，你就觉得越累，外圈慢慢的移你不会感觉很累了，只是感觉有一点牵扯感，外圈不会感觉很累，因为它本来就没有物体来阻挡它，只要这些肌肉它觉知度够，它自己转起来了也就好了，内圈会越来越累，包括到我这个程度我要猛练内圈的话也会很累的，有时候内脏在那里那一天他就不想动，他就不想被挤压，他真的会有一个也不是推，他有一个神经方面传达到大脑，其实他没有在推的一个力，就会感觉他在推你，就这样念没问题，你的发音 没问题，只要对啊，你只要整个人完全的放松下来就没有问题。好的， Anice 到你。哎，现在安静。现在你听没有问题，对不对？我就怕你单侧，听有点不太好听。好，我戴耳机。哦，那就好，那就戴耳机。没事，那我就不用大声喊了。你把摄像头先调一调，在你的腹部以上，我要看到你的头。现在我能看到你的额头。好，你往后退也是很好。好的，准备好了就开始。好好，幅度我知道你现在很棒，有进步，但是还不够，就是不够到什么程度呢？就是这里小腹嘛，如果你不收，我们到这个年龄都会有点往下坠。可是我们要收到小腹是这样斜上方的，45度角斜上方往上收了。你看我也有小腹，你收着收着收到，
基本上就你觉得你三分之一都能往前推。好，你在一送一推之间爱丽丝，你会感觉回头你退回去看这段视频，你会感觉明显的比我要快，是为什么呢？你用的外力，你有点用力点气量，你点中，我们再来一次，慢一点，慢一点，你用内力啊，就是打太极一样的，用的内力的时候你快不起来，它一定是有个幅度。然后呢，如果像那些就是打那些什么那些拳一样的很快的，他就用很多外力肌肉的力，用内力的时候他一定是很柔，他不会很快的，他需要一个力的传输。好，我们侧面再来一次，你就尽量做的慢一点，收紧一些，做到最大限度，不管向内向外，然后呢慢一点，那你就意识上慢一点，其实慢一点它慢慢的在用内，你外面的肌肉，因为我们的肌肉是那种比较快速型的，它的力的转换肌肉它就慢慢的会用少一点的力。好，我们再一起，你再发音，你用发音哦。你有没有感觉你明显比我快？对呀，好像对，你用肌肉的你，你用肌肉的你就整一个人会憋得满脸通红，就肌肉的你会这样子，因为你把你的内脏没使劲，没有关系，慢慢来，但是我们要从正确的路上去走。还有发音的时候，你的私信我看了，发音我有听，你的发音照样是你会特意去发音，前期都是这样没有问题，但是这样的变得放松一点，你会特意去发音，所以就会感觉你的发音之中它不是让细胞更有空间，它不是那种自然的发出来的。一开始是这么念，那实际告诉大家的话，这个音如果没有意识去关注它，这个音会让你发的让你人越来越木讷，越来越笨。但是只要是有意识的、有意念的、觉知性的去发它，也就不会产生你的人会越来越聪明，然后发对了之后呢，它确实是会给你带来很多的东西。一个音很奇怪，我们宇宙是一个震动的，不管你信与不信，就是我的老师经常会讲，这是什么 truth 和 fact， this is not the truth， this is the fact， 这是就是存在。就是像很多他不是你讲真实不真实，政治的话讲真实的他可能不是真实，但是这就是一个事实，就是一个句号的东西。我们人就是一个能量场，这个音会让你人非常放松，很有空间。我们人会讲五种嘛，有火啊土啊，还有一个空间，空间是比较高的一层的，它的一种改变空间的一种连接与磁场一种连接的原理，所以呢发对了是极有好处的。所以我发的时候我那个呜的音是不是不够出来？不是不够出来，这本来就是一个内在的音，发不发得出来倒不是很关键，就是你会紧张，你在发呜的时候我都能感觉到你的胸腔了，会紧张，对，这个胸腔它是越来细胞本来是很紧张的，越来越放松，细胞在扩展它的空间，
这个可能在外在看来不是很明显，但是你从这个音的放松度就知道，这细胞在延展还是在收缩。你的屋内音，你的细胞在收缩，你就是那个，就是很用力，用力发对，结果呢就变成它是收。我们人只要把自己圈起来，这种收起来，它就跟外在的连接不是很明显。我们平时其实就是这么做的。我们现在是用通过一些特殊的、特别的去练习它。我们要延展，向外延展，定义就是放松。人在不放松，细胞在不放松的情况下，没有办法向外延展。它这个磁场它不是那么流动的，我们像全的，就是从里到外的这种能量层面层层放松，放松之后呢，它就会与我们这个大自然产生一个连接。而我们大自然是确实是很丰盛富足的，而且自我恢复的能力也很强，所以这一个呢是可以用来治疗疾病呢，你想渴求的一些东西都是可以的。好，我刚刚在做的时候，因为我先前练习我是静音，然后我好像憋，就是那个气憋太久，结果头晕，所以我刚刚在做的时候，对，我很紧张，我很怕，我很怕我又把气吐太多。没事，刚才没关系，因为你那边也是闭罩很厉害，后面两个音我是听不到的，可是你发给我的语音我有听到，就是你的音到头颅还好，你上下两个音都还好，就中间这个音你是有个收紧感，你中间这个是收紧的，因为一开始你很大声的，它也有一个震动的啊，到呜这个音，就嘴唇刚刚是一条缝的时候，这个音呜，你很想把这个音发出来，所以你就说起来，就是感觉没必要，发错了啊，好，就是收紧了，你的方向错了，没必要，这个音就是很放松的，就有气无力的，不用特别去发的。我想把它老师在讲的时候啊呜嗯区别出来，是让大家知道当音发在哪里，大概我们的口腔是怎样的一个状态，这个音出来是怎么样的一个效果。大家不需要像我那么夸张，有时候你发这个三个音都没有太大区别，旁人就是不是学音乐的人，区别不同那种细小差异的人，那区别不出来是很正常的。但是你自己要去感觉，最主要就是内在的震动和细胞的一个延展性，它是延展的，不是收缩，一个延展性就可以。好，你发的音别可能都不是学音乐的，它都区别不出来，都是细小的区别，没有关系。我们不是为了要发这个音，又不是学声乐，我们是需要这种能量的一种延展性，能量的所有的细胞放松，然后去找到自己的空间，它就会。其实人体就是一个能量场，我们看到的这个实体可能都不是说，只是在我们这个维度刚好能看到，可能都不是真实。所以呢，你的延展性，你把延展性延展的更大，你就会有更多丰盛的东西在身边，你把它缩小就进步了。所以你一定要记得胸腔这个音，肩里有一点这样的问题，就是中间这个音是延展。肩里的问题同你也不一样的，因为偏向有点含胸，含胸的人要延展起来是相对困难一些，这是习惯上的问题。好的，大家都把音频打开吧，那有什么问题就随时提问啊，我们再继续练习。多日子发音的时候呢倒是放松，对，就是这种放松的感觉，但是你要找到内在的，你的震动感不强，但是多尔斯是比较放松的，他没有紧张，找到一种内在的震动感。我觉得就是没有震动，我觉得没有震动那个感觉。对对对，你要找到内在的震动感，放松和震动两个点都是同时要做到的，它不容易，这本来就不是一个听上去很容易啊，这个就是看上去容易做上去难的一个功法。对，我好像能感觉到头部震动好像挺大，觉得好像头部在膨胀那种感觉，但是胸部和下腹就没有感觉。我怎么能够做到震动呢？我觉得你呢可以稍微，因为你比较放松，你可以稍微费点力，费多点力，发音的时候大一点，只要大你就能感觉到震动，不管你这个震动是外在给它的，是内在发出，它有一个震动，这样它震起来，这个能量场要流通的。有点合适，
而且当你完全振动的时候，当你再次吸气的时候，你会发现你会吸气很多的很多的新鲜氧气，你甚至有时候都会呛到，就是身体的需要。你看这个细胞，当它延展了之后，它对氧气的需要都不一样，所以它对一些能量的一些，就是我们的一种交接度、对接的程度是完全不一样的。Jenny 呢，你的头颅振动没有什么问题，你就是胸腔，胸腔你真的是一个难点，你平时就真的走路就是感觉就昂首挺胸这种感觉。你的昂首挺胸，我们看上去是正常的。我现在白天的时候经常这样。对，那我们看上去就很正常了，就觉得还蛮自信的。因为含胸会让人，你看含胸的人会让人觉得这个人很自卑。昂首挺胸是正常。对，是的。对，我就觉得好像特别一个在那边，你费劲呢，是因为其实你的整一个肩，对，因为你的肩你费劲呢，是我感觉你肩就是有点拱背嘛那种，一定要把立起来。我们整场来说，我们背是要立起来的，你这边拱背的这样子有点倾向，你把它立起来，立这个骨头不容易的。有的人还是要用外在的力，你还好，用外在的背背甲把它硬给箍起来。我以前一个同学就用过。我也在准备用背背甲。别用那玩意儿，对你没好处。对，没好处。没好处。那对你没好处，别用那玩意儿。对，因为那时候 我同学啊，他驼背啊，他是这样子驼背走的，他很高，是我很好的一个朋友。然后呢，后面把它震起来，它就是震的是这一块，震的是这一块。后面它的这种状态，本来它是这种状态，后面它是这种状态，头还是往前的，它就是现在头就是前倾的，头还是往前的，但是把它的手臂硬掰过来了，其实不怎么好，这样子很容易骨痛的，颈椎很容易有问题。你这样子立呢，是哎喂，就是立，你是整一个要立起来的，就是感觉有点。头有点就是仰头看天空那种感觉，就是感觉我觉得是要收下巴，你把下巴一收回来，你整个人就立起来了。对，收下巴。哦，收下巴，你就会感觉你下巴的肉被挤压到一开始，但是挤压没关系，挤出双下巴就行了，你就立回来了。你常而且不要担心，娟姐，你前期出一下双下巴，双下巴是很容易的，我有办法解决，它是一个下颚的运动。一个舌头的运动，但是你先把你的胸椎骨头练过来，我需要，我需要。对对对，到后期我可以加上，这个很简单，每天你做个一分钟到五分钟就行。因为下巴、双下巴这个肉是很少，只是长在这个位置不好看，是一个下颚的运动。我之前这里是没有，因为我脖子短嘛，是没有幅度的，后面就，所以我的侧脸漂亮，是因为我有练过，幅度就好看。以前是没有侧脸的。哦，那老师教教那个吧。对，回头把这个练好，一个一个练好，先把双下巴出来没关系。那这一个这里的肉很少的，你关键是要把皮肤收紧，这里有些肌肉，这个肌肉是练不起来的，很小，但是把这些肌肉挺拔起来就行。是一个下颚运动，下颚运动。因为你知道吗，我们整一个大脑，特别是下颚部位，这个骨头啊，它是有缝隙的。它不是说完全完全闭合的很紧，它是有缝隙的，所以正常的就好，都不用去做什么。以前我脸大，就有人叫我去切骨，其实后面往下颚这里提起来了之后，感觉不用切骨也很协调。之前我是长得不协调，从来没有人觉得我好看，我就长得不协调。后面拍照怎么拍都不好看，因为大脸嘛。后面练了下颚运动之后，发现不要正过来，我的脸照样很大，可是拍侧脸还是挺好看的。好，老师到时候教我们怎么那个。你先去。对对对，后期。我要。一月份，现在大家先把这个音练好，但没练好，音练好，然后把肚子都能转起来了，我们可以加点那个下颚的运动，就每天热身的时候，对你的舌头也好，你舌头会提起来一些。下颚的有一个动作是，
有点像把舌头伸出来去舔鼻子一样的，因为你去舔的时候，你会发现你这个肌肉从里边这个脖子会往上提。嗯，我没听懂，等到什么？没事，我们下一次再谈这个问题哈。最近最后还有三分钟啊，大家再一起连续的练习三次，连续的还是要有点运动力度的。发音完全的发出来，你可以发大声一点，但是要有震动感，先震动起来。输出的很热。好吧，在练习的时候呢，顺便去讲个题外话。叫什么叫 Elon Musk？ 特斯拉的老板，很实的一个人。因为呢，我前两个月在考虑是不是要购点特斯拉的股票嘛，那时候我记得是1225吧，大概是这样子的一个价位一股。然后呢，因为他也住在那个好莱坞山，他住在洛杉矶。一个偶然的机会嘛，因为我公婆那边的关系，他们那边有那样的聚会，然后呢就觉得是不是要购，他说这个股票是被高估的，你自己考虑，他也准备卖，这是几个月之前的事儿了。哎，就确实是这两天股票一直下跌，一直加到五，因为安妮你说你现在要买嘛，已经就跌到950了。他自己也确实把股票抛了。以前我觉得这个人说话不着边，但是呢他有能力，可是呢哎，我发现他还是蛮真实的，他就算开玩笑跟你讲说我觉得是被高估的，我自己都要瘦，你自己看。好，翻译过来就是这样子。所以那时候我就没有买，其实我一直都收住呀，我觉得